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拍摄一下林轩北野吼在售的这个新盘的六号户型，室内是1694尺，三房3.5卫。这个3.5卫是整个7个户型中间唯一一个就是卫生间数量超过房间的，它是3层，一楼呢进来是车库。这个六户型样板间是被建商做成了办公室，所以现在我手指这个空间实际上是车库。交房的时候这边是一面墙，没有东西的，有一个门通往车库，后面那个圆桌和后面的办公室像车库空间。那这边呢是一个书房，一楼的书房也可以作为一个房间，如果把它改造成房间的话应该大小够，拉了个墙改造为房间的话就变成4房了，因为楼上还有3个房间。我们到楼上看一下，户型六的2楼是客厅、餐厅，还有一个房间。好，上来是大客厅，然后在厨房后面是有一个房间的，这是一个房间。卫生间是在房间门口，这个卫生间是个全卫，是这个房间、这个次卧和客厅的家人共用的。这个厨房岛台和这个操作空间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大小有点像岛台，但它是跟墙壁连在一起的，有点像公寓的这个厨房。好，往前走，这边餐厅的位置，然后客厅。比较有特色的是这里的户型都带有这种阳台，6、7、8地块的话都是带景观或带泳池的，可以看到泳池或者看到外面的景观，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到楼上看一下，2楼结构比较简单，大客厅加阳台加一个房间加个卫生间，1楼是一个书房和车库。楼上是2个房间，全部都套房。好，上来是2个房间，这个是房间的卫生间。补充说明一下，户型六的1楼实际上是有半个卫生间的，是书房加半个卫生间，所以户型六是很容易变成4房的。1楼是半个卫生间加一个书房，2楼是客厅、餐厅加一个房间加一个卫生间，3楼是2个套房。这个主卧这个大一点，主卫生间里面的衣帽间，往里走是主卧的房间。哇，这个空间还是很宽敞的。好，这个房间是可以看到社区泳池加远处景观。我是很喜欢后面的7号楼和8号楼，因为7号楼、8号楼直接是看着一片森林，这个景观会很漂亮，住在这边也很舒服。其实这个社区的特色在于总价很便宜，1房60几万，到最大面积的就是户型7的话也就是87、88万这样子，当然后面几期可能会更涨价一点，然后60几万到80几万，差不多这个面积是，这个面积的定价的话是尔湾价格的7折左右。然后如果你在尔湾是租一个公寓，花3000多块钱租公寓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买一个这种联排，先住一段时间，以后换更大的房子可以把这边出租掉或者置换一下，是很不错的。好，有兴趣约号码今天看房，谢谢大家。